现在毒性应该差不多要退了，之前摇晃得更好笑呢。还好啊，他只吃到一小口，不然我看连小命都没了呢。古人说我马若误食，必致昏醉，故名马醉木。他现在啊，可真像那匹马呢。想不到夫人你不止漂亮，还懂得保护自己。累死我了！你想要做什么？快放我们出去！别紧张，别紧张，我不会吃你们，只是请你们身上粘满我的花粉，等到十二小时后，我的密毛凋谢，你们就可以出来了。我们不能一直被困在这里啊！我想到一个方法了。我快不行了，让我来。